海南的王先生遇上了一件烦心事，他新买了一辆汽车，停在小区的停车位里，结果第二天一早发现车子不翼而飞了。随后他的手机里接到了一条短信，短信上说王先生的车辆已经违约，要王先生及时缴纳拖车费用和违约金。我的车就被从海南拖回了宁波，然后跟我说要20000块钱拖车费，那简直就是在敲诈，我个人觉得。无独有偶，江苏的张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天她驾驶着自己的私家车出门，不想在路上遇到了追尾事故，她下车准备找货车司机协商赔偿问题，突然一名陌生男子迅速钻进了她的车辆，启动汽车逃之夭夭，随后追尾的那辆汽车也跟着扬长而去。本来想报案的，怎么回事？那后来收到短信了。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张女士收到的短信和王先生一样，说的也是车子违约，需要缴纳拖车费和违约金，才能够申请取回车子。可明明是自己的车，一个在小区的停车位被偷走，一个在街上被抢走，却要缴纳所谓的拖车费和违约金。王先生和张女士的第一反应都是非常愤怒，但是他们并没有报警，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如此不合逻辑的表象下面到底隐藏了什么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车子不翼而飞，没有报案选择沉默，背后隐情难说。是纠纷，是圈套，还是无可奈何？低价陷阱一线正在播出。王先生被偷走的那辆车是他一个月前购买的。王先生说，当初为了买车，他还特意从海南去了一趟浙江，因为他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经过筛选比价，相中了一辆二手车，车源在浙江宁波，性价比很高。2017年的一辆车，然后车价是在40万左右，当时它的标的价格呢，比普通的商家呢是便宜了20000块钱。现场看完车后，王先生对车况和价格都挺满意，没有经过多久考虑，王先生就支付了10万元定金，并表示剩下的车款需要贷款支付，说的是走银行正常的，然后到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他要给我再提高大概10万块钱的贷款，而且还是要打到他那个贷款公司的个人的那个账户。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告诉王先生，提高贷款额是为了留出10万元的保证金。每个人都是这样在交的。如果我不交呢，他就说这个就属于违约，我之前交的定金呢就不退。买车需要支付高昂的保证金、利息和各项费用，不买10万元的定金就打了水漂。王先生觉得并不划算。就在他有些进退两难的时候，销售人员叫来了10几个人，叫了10多个有带纹身的吧，然后就是类似于那种黑社会性质的，就是混社会的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很凶的脸强迫我去签这样一个合同。面对着10几个彪形大汉，王先生在合同上匆匆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合同内容都没来得及细看，合同就被收走了。王先生说，当时他只想尽快脱离困境，根本没有注意到事实上自己签署的并不是一份贷款合同，而是一份以租代购的合同。回想起来觉得他们好像是在给我下一个局或者下一个套，然后这就是采取那种一套一套一套把我套进去。一个月刚到，王先生晚交了月供，他花大价钱租回来的车子就被拖走了。也就是说，王先生被偷走的那辆车是一辆二手车，并且是以租代购的方式购买的，
王先生还没有付完余款。也正是因为这样，王先生在收到短信后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没有第一时间报案。因为是以租代购的形式，对方是也是有一把车钥匙的，然后车上是装的 GPS， 他们是趁我晚上休息的时候把车开走的。和王先生一样，张女士也有不报警的理由。张女士说，当初她也是被低价吸引，在网页上千挑万选后，终于找到了一辆心仪的车子。价格很便宜，30几万，那一下子呢被这个价格吸引了，就打了这个网站上留的这个电话，问这个车是不是还在。那对方呢跟我说车子在的，他说你可以来看。然而等到张女士赶到宁波的车行时，她看中的那辆车已经卖出去了。那对方说那辆车前两天刚刚卖了，他说但是店里有同款的同型号的车，让我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虽然销售人员推荐了同款车型，但价格比之前张女士看中的车贵。那辆车呢，他跟我讲要50多万，好像是56万。那我就问为什么这辆这么贵。原来那个价格的车没有了嘛。那他说原来那个车是因为车主急售，所以是特价，所以卖得特别便宜。我说这种机会没有了。张女士之前大致了解过这款二手车的行情，这个价格算是在正常的市场价范围内，于是张女士动心了。我当时是想付全款的50几万，那对方说全款买车不划算，他说可以用按揭贷款买车，说可以先付5万块定金，他说按揭的利息很低的。销售人员同时告诉张女士，这款车很畅销，需要先付定金，否则很可能会被别人抢先买走。刷了5万块定金，刷的时候我还问我说，那我提前还款可不可以？他们一直跟我讲可以的。交付完5万元定金后，销售人员带张女士去办理贷款业务。我说我要走银行的那个按揭流程，你们有没有合作的银行？他说像这种二手车银行买的话，银行贷款是批不下来的，走不下来的。他说他们可以给我介绍那种贷款的公司。接下来销售人员带张女士去了一家贷款公司，并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叫张哥的贷款业务员，说是接下来的贷款业务都由张哥为张女士办理。张哥就给我说，他说首期放款可以付23万，56万的车嘛，他说付23万，然后剩下的33万走按揭，然后叫我先付23万的这个首期款。张女士表示没有异议，双方准备签正式合同。他就跟我讲，他说首期付了23万，他说你按揭要再付个48万，就是我贷款要贷48万。我说怎么会是48万呢？我说我不是剩下还有30几万吗？凭空多了15万元的贷款，张女士感到十分不解。对此，张哥给出了一个解释。我说这个费什么类似于保证金一样，贷款保证金，他说这个可以退的。然而，等张女士看到正式合同后，她发现不对劲了。公司的经理出来，给了我一份合同。那我看了合同上面，他写的是租赁合同。汽车租赁合同，那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是租赁合同，不是贷款合同吗？他说这个公司都是这样的，他说我们的合同都是这种合同，大家都是这么签的，他说都是这么走的，他说写租赁合同是为了我们，好像说是为了我们融资方便还是什么。直到此时，张女士才明白自己花了这么多钱却只是租了一辆车，这和原先她的设想差距太大了。张女士当场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方式。整个过程就是有很多人稀里糊涂的来跟你讲，就是让你签了这些合同，合同里面的这些条条款款啊都没跟我解释清楚，就让我当时就不想买了。那不想买了，他们说你这个首期款都付了，我们也不退的。首期款23万元，包含5万元的定金，已经付完了。如果不能退还，那真是亏大了。权衡下来，张女士只能妥协。签完了之后呢，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每个月要还17000多，具体忘了17000多，都多少忘了，说要还36期。我一听36期，我说我算一下，他说那总共是多少钱？他说反正你要
提早还的，不用去算他的，反正也就是大概就是40几万。几名业务员围着张女士七嘴八舌，张女士说她当时完全没有思考的余地，过后简单计算一下，就算每月还款17000元，那么36个月还款总额就达到了62000元，根本不是业务员所说的40几万。然而合同已经签下，张女士也只能无奈接受。在按期付了2个月的贷款后，张女士提出要提前还款。我给她打电话，我说我要提前还了啊。她说公司规定的，她说必须起码要还6期以上才能提前还。之后张女士又付了几期贷款，她越发觉得这笔买卖不合适。贷款还了已经有30几万了，已经超过他当时的标价的50几万了，我觉得这个也不值那个价。张女士认为现在车辆的贷款部分已经还完，剩余的贷款部分都是贷款公司加的保证金，多收的利息和不知名的费用，而且按照签约前张哥的介绍多出来的是贷款保证金，是可以退的。于是张女士不再还款，而是准备和贷款公司协商车辆过户问题。然而就在此时，他的车被追尾，然后被当街抢走了。听完了王先生和张女士的遭遇，我们发现了他们身上的一些共同点。第一，一开始他们都是被网页上二手车的低价所吸引。第二，到了车行实地买车时，他们才知道并非是正常的购车，而是要以租代购。第三，办理的贷款业务也并非走的是正常的银行贷款流程，而是有了许多附加条件，甚至已经超过了原先想要买车的价格。第四，不论是王先生还是张女士，都是在不那么情愿的情况下签了合同，甚至对合同里的很多细节都还来不及仔细思考。第五，最后两个人的车都被拖走。单从两个人的经历来看，贷款公司似乎有着不少的猫腻。那么事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终王先生和张女士的车能够要回来吗？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低价引人，高价签贷，口头承诺头头是道，空白合同处处设坑，低价陷阱一线继续播出。面对高昂的违约金和拖车费，王先生和张女士犯了愁。一方面车子还没有过户到自己名下，如果不交这笔钱，车子只能被扣押着，自己前期投入的钱就打了水漂。另一方面，如果支付了这笔钱，那购买这辆二手车的成本也太高了。无论是从金钱上也好，自己本身就是精神状态也好，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吧，可以讲。退一步讲，就算他们缴纳了所谓的违约金和拖车费，把车辆取了回来，接下来他们还要面临每个月的高额分期。就觉得他们设下了很多套路，一环套一环，然后就一直给我洗脑这样。为此，王先生和张女士多次和这家贷款公司进行交涉，却协商无果。车辆拿不回来，贷款却还要按时缴纳，否则违约金还要不断追加。犹豫再三，王先生和张女士分别报了案。经过梳理，宁波江北警方发现涉及这家贷款公司的报案记录不在少数。这一类报警类就是纠纷，一类就涉及到就是拖车，这家公司产生大量的这种记录呢，所以说我们就是对这家公司产生怀疑。局长就自己任专案组的组长，就成立专案组开始经营这个案件。根据王先生和张女士提供的证据，给他们办理贷款的贷款公司全名为宁波中联星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地点在宁波市江北区的一栋写字楼里，比较正规比较高档的，就在我们一个写字楼，他们的公司是在位于21楼，21楼，整个楼层应该说都是他们租下来的。
经过进一步调查，专案组民警发现，这家公司的贷款业务十分繁忙，公司的职能部门很齐全，有业务部、法务部和财务部。业务部呢，就负责跟他们签订这些贷款合同，法务部实际上也不讲法，他们就是单纯的负责拖车。这些法务部人员呢，往往也都是一些有纹身啊，一些有前科劣迹的这些人。一家贷款公司为什么会聘请一批这样的人员呢？在接下来的侦查过程中，专案组发现这家公司的猫腻还有不少。买车的过程当中，包括你的后续这些东西都是全链条的。二手车行的销售人员其实和后来负责办理贷款的人是一伙的，只是分工不同。当有消费者看中网上展示的某辆二手车，销售人员就先接待消费者，然后以各种理由让消费者选择另外的指定车款，就会跟客户说啊，这辆车子已经被其他客户买走了，或者说这辆车子啊，其实是有事故的，不建议他们购买。这种专业的行为呢，其实在这个二手车行里面呢，有个专业术语叫做转车，就把虚构的这个车辆呢，转成这个现实当中存在于他们车行里面的车辆。经过转车的步骤，依然有购买意向的消费者就被他们列为了目标对象。销售人员会千方百计游说消费者支付定金，并口头承诺定金是可退的。一旦呢，这个客户付了购车定金之后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二手车行包括这个贷款，就中联信辉的贷款的这个业务员就会出面了，然后就跟客户提出来各种高额的费用，像这种一般什么GPS 费啊，车辆评估费啊，中介费啊，平台手续费啊，反正就是想出一个名目来向客户进行收费。当消费者质疑这些费用时，销售人员就会以消费者违约为由拒绝退定金。你不同意，那我就把这个定金吃没，赚这个定金的钱。如果你同意，那好，那我就赚你这个多收费用的钱。这个二手车行和这个贷款公司都能从中获利。专案组分析，从支付定金开始，消费者就一步一步落入了圈套。而吃没定金并不是这个团伙的最终目的，他们一开始就想让消费者以租代购跟他们贷款。以租代购方式就是我们解释起来，就是说呢，是零首付买车。车辆，所有权是放在了那个贷款公司名下，客户相当于一个承租人，他每个月付租金，3年之后，然后再贷款公司再把这辆车子过户给客户。贷款公司的业务员会向客户介绍，以租代购的方式，手续少，无抵押无担保，利息也很低，并给出一些口头承诺，以此来打消消费者的顾虑。但事实上，等待消费者的是设计好的圈套。这种方式了，因为手续费高，利息高，所以说呢，是这种二手车行了和贷款公司啊比较喜欢的，因为从中获利就大。听到这些，二手车行比较美好的这种描述之后了，可以零首付买车，觉得，是占便宜了。其实呢，当你付完定金之后了，加上各种高额的费用之后了。这是比一般的买车还要多得多。在签合同的时候，这家贷款公司也很讲究策略。现场有很多彪悍围着你，导致你也没有跟对方商量的这个底气。这些合同厚厚的一本，那也不允许你看啊，一页一页慢慢的看，不行的，他们也要跑个量啊。需要签的合同也比较多，你当时也无暇顾及了，就他让你在哪里签字，你就直接在哪里签上就行了。基本上都是快点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对吧？我们这里公司的办公你也看了，不会怎么样的呀。让被害人的话就是信任他们，就是快速的签订这个合同，达到他们的目的。之所以让消费者在来不及思考仔细看清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就签字，是因为贷款公司的合同里暗藏玄机。其实这个合同了，
里面存在很多的这种霸王条款，同时呢该要填具的这些数字言语啦都是空白的。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呢，一方面就会让你对你进行催促，不让你仔细看合同的内容，导致呢事后签的往往都是空白合同。一旦客户字签完字之后，公司把这个合同收回来之后，他可以按照公司的意愿添加上去他们想要的数字和语言，这样子就是对极其不利于那些被害人，比如说去提起民事诉讼啊，或者这种渠道了。许多消费者迫于压力，匆匆忙忙签订了空白合同，有些甚至连贷款的利率、每月还款额这些重要的数据都是空白，等回过头来才大呼上当。客户在当时买车过程中是没有意识这辆车我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下来，我从中会产生多少费用，麻痹掉客户这个心理了，一步一步的让你越陷越深。一开始你并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到最后回过头再去看，发现自己损失的太大了。等到车子钱付完，车子买下来回去细想之后了，就后悔了，然后回来之后呢想把这辆车退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很困难。从支付定金到签订合同，每一个环节这家公司都能以各种名目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他们想方设法的在这辆车上要赚足钱。签订合同后，一旦消费者没有及时支付分期款，这家公司的法务部就登场了。前期在客户车上装 GPS 然后进行定位，同时呢让客户呢将其中一把备用钥匙放在公司，一旦客户发生逾期之后呢，他们就会根据 GPS 找到车辆，然后使用备用钥匙偷偷摸摸的，一般就半夜将这辆车辆开走。如果是有条件的就偷偷把车拖走，如果没有条件的他们就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啊之类的，进行追尾碰撞等方式，使那些被害人跟车辆分离，然后把车进行拖走。合同上对于逾期的规定非常严苛，这些严苛的条款一般字体都很小，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消费者根本无从了解。操作呢是非常苛刻的，比如说是我是20号还按揭的，过了20号的比如说是上午10点你还没有把这个款打进来，他可能拖车的人员已经在路上，可能是过了10点、11点、12点这样的话，有可能他这辆车就被拖回来了。他就卡着点想拖一样，就是他提前是目的性非常强的那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一个什么缓冲的过程。车子被拖走，等待消费者的是贷款公司狮子大开口的拖车费，费用完全就是超乎这个一个市场价值。我举个例子吧，打个比方，你在宁波从一个江北拖到鄞州，他这个拖车费违约金有可能就收你5000、1万，就这么高，省内可能就收个2万、3万的，就这样的狮子大开口。每拖回一辆车就意味着有违约金和拖车费进账，法务部业务员就能获得相应的提成。甚至于为了拖车这种考核机制分成两个小组，然后看谁拖车业绩做得好，你们拿多少或者%几，他们都有约定的。那你拖得越多我给你发的奖金就越高。然后他们为了拖车呢也专门成立了一个群来相互之间进行联络。经过5个月的调查摸排，专案组彻底摸清了这个团伙的套路。从销售到签合同到拖车，二手车行和贷款公司分工明确，环环相扣。二手车行主要是负责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然后将消费者引到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则负责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消费者和他们签署贷款合同，并在之后出现账户问题时迅速拖走车辆。经查，这个团伙涉案100多起，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那么这个团伙为何会如此的肆无忌惮，并且
屡屡得逞呢？而这些被害人又为什么会选择忍气吞声，没有报警呢？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完整链条如何破解？低价陷阱一线继续播出。经警方查实的100多名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有些被害人直到警方联系上他们时还被蒙在鼓里，甚至不敢说出实情。往往都不是我们本地的，事发后呢，以为只是个合同纠纷或者个消费纠纷，往往没有报警。很多被害人告诉警方，他们事后虽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因为他们已经签署了合同，如果不履行合同上的协议，他们很可能会有征信不良记录，因此只能自认理亏，就当作是花钱消灾。从表面上看，像是一个这个消费纠纷或者说是一个合同纠纷，导致他也无能为力，他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也正是利用了被害人这种心理，这个团伙屡屡得逞，肆无忌惮。专案组决定必须整链条打掉这个涉案团伙，进一步查明在二手车行和贷款公司背后是否还有其他涉案环节。如果说是从零星的或者说不是整链条在打的话，他对于他的某一个环节，那处罚也不会是特别的重。你协商了一下以后，我退一部分给你，那这种处罚的话，那根本就其实是不会有好的效果。毕竟受害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的，不是单单在某一个区域。专案组了解到，贷款公司中联星辉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经查，早在2012年，中联星辉的负责人彭某就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也是车贷。彭某通过这家公司出面招揽客户，然后再与其他贷款公司合作做车贷业务。一旦客户发生逾期之后，那么就由这个彭某召集下面的这些成员出面，将客户的车辆进行拖回。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彭某又成立了中联星辉公司，负责出资，专做车贷业务。而对于这个新公司，彭某有自己的管理要求，规定了成员是最好是纹身的，然后呢，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把公司内部的业务情况向外界进行透露，然后是有比较严格的上下级之分的，就是有老板，还有组长，还有组员，然后每一层级都有不同的分工。几年间，中联星辉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后续的拖车业务也越来越成熟。2015年刚开始，彭某这些人呢做拖车业务起来呢，相对来说是暴力程度更加严重一点，然后更加直接一点进行拖车。从2016年之后呢，他们那个也是为了规避这种法律风险，然后降低这种犯罪成本。那么就是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手段来进行拖车。经过5个月的调查，专案组认为收网的时机到了。2019年4月，宁波江北警方集中警力部署抓捕，准备一举打掉整个犯罪链条。130多个警力分为11个抓捕组，对他们公司进行收网。一声令下之后呢，我们都各就各位了，已经就是实施了统一的抓捕，宁波、台州两个地方同时进行的。快，手机全部掏出来，靠边蹲下。所有人，经过搜查以后呢，有大量的这个合同
他签订的合同，还有大量的备用钥匙。面对大量的空白合同，专案组后续还需要对这些客户信息进行整理核实，帮消费者挽回损失。我们把这个案件团伙打掉了之后呢，可以说是从某种程度上净化了二手车市场的一些风气。与此同时，专案组也督促相关的二手车市场做好安全宣传监督工作，防止消费者上当受骗。给广大消费者提出一个预警建议啊，就是说如果你过来买车的过程当中了，在付定金之前，一定要向这个二手车行或者贷款公司也好，询问好所有的费用分别是多少，并且最好呢是写进合同里面签字确认，希望他们是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2020年9月29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彭某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55万元。犯罪团伙中的其他成员也得到了相应的处罚。以租代购的方式之所以受到很多消费者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可以缓解经济压力，让购车者可以相对轻松地买到心仪的车。然而犯罪团伙却以此为噱头，让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掉进陷阱谋取暴利。本案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那就是犯罪团伙跟消费者签订的是空白合同，在消费者签字之后，他们在随意地填写贷款金额和利率，以及合同上的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和后续严苛的拖车业务，让消费者不断地为签署的空白合同买单。那么空白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教授的解读。如果在空白合同上没有载明利息啊、期限呐、等一些关系到双方当事人实质性权利和义务的内容，那么应当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双方之间还没有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因为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啊，那么双方当事人啊签订合同啊，必须啊要坚持自愿自由的原则啊，一方呢不能把单方意志啊强加给对方，所以合同法还规定了要约程序和承诺的程序，也就是一方提出来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对方呢表同意才能签署。为了把法律效力说得更清楚，我们就说啊，空白合同啊，严格说来不是合同法保护的合同，因为合同并没有按照合同法规定的要约和承诺的程序去签订，违反了契约精神，因为契约自由、契约公平是契约元首的前提。如果有人呢利用这种空白合同的工具和手段，多次的反复的和不特定的交易伙伴啊签订这种空白合同，来获得不正当的财产利益，那还有可能啊触犯刑律，也就是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有可能呢会构成强迫交易罪。在此警方再次提醒，车辆贷款、以租代购这类的业务一定要选择到正规的有资质的机构去办理，支付定金一定要谨慎，合同内容一定要看清楚，所有的口头承诺一定不能轻信，要写到合同上才作数，提高法律意识才能真正的避免财产损失。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